据相关媒体报道，韩国人气组合 EXO 成员灿烈和世勋确定将出演《我的小电视 VR》，正式启动小分队活动。八日，据某媒体采访结果显示 ，EXO 灿烈和世勋将在13日参与拍摄 MBC 综艺节目《我的小电视 VR》，届时两人将与观众们实现实时沟通。据悉，灿烈和世勋将于7月22日以小分队《世勋灿烈》及 XO SC 发售首张迷你专辑《What a Life》，展现与 XO 活动时不同的魅力，令人期待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